你總之就平啲，三二三就六倍，三四七八倍，兩隻啊，咁你話誒唔係喎，咁、如果三四七八倍，三二三六倍，咁係咪咁唔一定嘅啫？咁可能三四七本身業績好啲啊，成、你睇翻兩隻業績係一模一 Q 樣。呢、這個鋼鐵誒價咧已經講緊係見底回升，即係唔係見底回升，近期比起上個四月升啦。但其實咧最主要一樣嘢，你睇翻 even 而家煤咧都唔係話一定要炒嗰樣嘢升價咧，嚟嗰只資源股先升。最緊要係你之前譬如一路做落嚟啲去產能啊、去庫存做得好，同埋你個需求一路上翻。就係 up 話國企裏邊咧，其中鋼鐵、煤炭、石油、石化、電力，就係講呢幾個板塊就係大幅增長嘅。呢國企裏邊嘅盈利，鋼鐵係第一啊，擺第一啊！因為我見到佢咧就貼價4.1，亦都貢幹幾好啊，4.4倍，即係嗰個資源股嚟講咧，251，即係應該咁講啦，佢年期亦都唔太長，咁、大家可以即係等下先，等佢出翻嚟先。係啊，頭先都係做緊呢啲價啊，係啊，佢遲早出翻嚟嘅。好。